你啊。好，再度回到竹北体育馆，今天现场的。不管伤心外真心，最后换来一张纸巾。这个联谊的 camp， 你愿意跟我当朋友吗？哇，这个女球迷相当的凶悍啊！篮球赛联谊，乌克兰超级妹金州台南大枪，他配对失败比中指超配。篮球球队新竹接口工程师近日推出配对游戏，你愿意跟我当朋友吗？用镜头随机捕获观众球迷配对找幸福，阿波现场可以说是几家欢乐几家愁。你愿意跟我当朋友吗？来，不，我不要，啊，被 thank you 了。来，男女主角看一下大荧幕，愿意的话帮我们比个圈。来，欢迎你们两位喽。来，男生愿意喽，耶！恭喜两位。来，好，两个都比圈了，恭喜，交个朋友。好，两位愿意交个朋友吗？哦，不好意思，这个男生被八好人打了。今天有来自乌克兰的时尚模特尼拉也在现场啊。尼拉，好，再度回到竹北体育馆。不管伤心外真心，最后换来一张纸巾。哇，没有想到我们的女神竟然被拒绝了。打枪美女的画面流出后，就有网友笑说，这位男球迷女朋友应该在看求生欲望拉满，还有人大歪楼说可能台妹才是他的菜。啊，不过应该有更多网友想要选出这名金发真美尼拉的背景啊，因为他之前来到工程师主场现身之后，引起非常大的讨论，他的社群短片哦，触及率一度达到了300万人次。尼拉是一名乌克兰时尚 model， 在 IG 拥有12万粉丝追踪，常在 IG 抛出火辣影片。这次他受工程师邀请挑战一日拉拉队，却被男球迷拒绝，难过哭哭。阿波被打枪的真妹还不止尼拉一个人。这个男的可以吗 ？OK。那个男生，那个男生，这个联谊的，你愿意跟我当朋友吗？哇，这个女球迷相当的凶悍啊，被拒绝之后，哇，这个是毫不留情的回应。这位资深球迷 Uni 曹直接的回应引发正反讨论，而事后他也在 IG 道歉，以后在球场不喝酒啦。但哦，就是这么破烂，吸收两天后来电50，我爱红娘系列。哎呦 ，Uni， 没错，真的有点久了，我爱红娘啊。那时候我可能还在我娘。